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利恩。频道这一次将前往香港拍摄隐藏在街头桥边的神秘打小人仪式。请古爷，请所有神明帮忙，打你个小人头，打到你有气冇定头。以及被入选国家地理频道亚洲十大恐怖地点之一达德中学，还有深入探寻华富村曾经传闻有海抛弃尸、出没水鬼，导致有许多神像被安置或丢弃在半山腰的神像山。接下来让频道透过镜头带领各位观众前往香港，展开乡野寻奇。喂，听说你们去香港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，是不是？我扑你个草根冚家，什么猪生狗养猫带大，干你娘！你林北生日的时候咁样打小人，他妈难怪我这一天一直觉得他妈怎么心浮气躁，这是人干出来的事，是不是？头上长疮，脚里游脓，整个人烂透了，我操！一个字，绝！帮助台湾贫困消灾解难，请古爷，请所有神明帮忙。请福德老爷土地公公婆婆降临，八官八婆降临，帮助贫困消灾解难，小人就好运利，招财进宝。啊，虎爷虎爷，请你马上出来了哈，帮帮姓顺了哦，帮他消灾解难了哦。小人给他摇走了哦，摇走小人招财进宝了哈，小人走好运来了哈。好，你这个一对足拜三拜，插到这里哈、哦。好，可以。拜三拜。插到这里。好。好。插上去。不用烧吗？插上去，等一下我帮你点。一对插过去，这里，哎，这里七支香，请虎爷出来摇小人。出来啊，摇小人。啊，这里，可以插这里都可以。好，那坐住好，我帮你点着。虎爷，请你马上出来了，帮帮姓顺了，摇小人了哦。小人走好运来了哦。请虎爷马上出来啊！福德老爷、土地公公婆婆帮帮善信消灾解难，阎罗王、阴差大人明察秋毫啦吓！啊，啲小人衰人全部赶扯晒啦吓！帮助善信消灾解难吓！哎，男人自退，女人自退啦吓！哇吓！阿虎爷出嚟啦喎吓！我哋有虎爷跟啦吓，有钱啊，请他出来啦！啊！请那个神灵啊，帮帮姓顺啊，消灾解难了哦。芝麻绿豆的事不要记了，小人赶快走了。哎呀，你有什么合掌？那跟虎爷说，坐住，慢慢说哈。讲好之后就拜三拜。哦。小人走，要想赚多少钱？哦。啊，小人全部叫他摇走哈，摇走就小人走，好运来哈。把小人的钱都变成我的钱。小人走，好运来。打走男小人，打走女小人，打走啲衰气。小人走好运你，打你个小人头，打到你有气冇定头，打你个小人眼，打你眼花花，头晕晕，打你个小人嘴。如果你系坏人啦，唔好咁多嘴啊吓，你都唔好乱讲说话啦吓，你个小人啦，教训下你啊吓。打你的小人手吓，冇咁多手吓，冇手多多，冇乱喐啊吓！打你小人屁股，打到你屁股都开花，打你的小人屁股，打你屁股即刻放臭屁，五里十里拆你的小人嚟嘅吓，行到边都即刻走，街头打到你街尾，上司的小人、下属的小人、周围的小人全部赶车晒走，公司的小人走。好，小人走了，跑掉，抓住他。嗯。会不会太狠了？大声会痛吗？帮忙姓顺了哦。
哦，多放两只老虎来咬他。五福听能帮助全信消灾解难，小人赶快走。放五只虎来咬大师兄哎。走。走。走。请祖师爷，请所有神灵帮助善信消灾解难，帮助个财运亨通，事业畅顺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老少平安。合掌合掌，要帮你烧到身。合掌好。风。请大车好，可以站起来，感谢所有神灵，感谢所有神灵。我们还有一个敲锣打鼓，要不要去敲一下？好，都会很好了。敲锣打鼓了，是在我们香港铜锣湾呢。就是去除瘟疫，转好运，招财运。好。哎，招财又进宝了哈，买屋买楼买车赚到盆盆盆满啦哈，工作顺利，财源亨通，事业畅顺，贵人相扶，长贵人、六贵人，周围贵人相帮助。贵人到，利财利财，身体健康，永保平安，事业畅顺，利财利财，贵人相扶。买屋买楼买车赚到盆满钵满啦吓！哎，我们去敲锣打鼓，走。敲锣打鼓，跟着走。我哋做紧嘢。系啊。这里是超像拆下，十全十美。敲吧。好，这里就是生生满满，六六大顺，长长久久。好，敲。十全十美，十全十美，这么多啊！十全十美，完了。OK， 财源广进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啊！啊，有一道平安符啊！啊，那去病毒、去瘟疫了，是九天玄女符哈。九天玄女啊，降落。啊，我们请祖师爷，请九天玄女降落，你合掌哈。九天玄女降落。是的。请吉吉如六零，请这道符是保平安的啦。好，就是香港啊，就台湾的信顺，本地的信顺都会拿到福了。全世界都会来了。还有那个就是台湾，还有就是美国、英国，还有大陆，还有马来西亚，那些印度都会来拿福了，平安的。谢谢谢谢。五爷是保平安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哇，我都一身汗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那个鹅颈桥那边已经打完小人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边的建筑啊，非常特别，它就是像我们在港剧里面看到的一间一间的，那小小间的，这边就是华富村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一个非常多神像的山头就是在这个区域。我们刚才是搭巴士来，然后这一次因为我们得知这个地方啊，其实以前的传闻非常多，所以我们全哥今天也是带了佛牌，大家都佩戴佛牌，就是想说去那边就是可以趋吉避凶啊。对，真的很酷哎。对啊，
那我们就慢慢的往那个地方走过去。这里算是他们的一个社区型的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像社区。然后一开始我来的时候很菜鸟，我那时候还念华富敦，而且我上网搜寻了一下，他是念华富村，因为我们都有边念边嘛，然后我就看那个字，对，所以这边是叫华富村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前往乡野寻奇的地点。刚才大家看到那个打小人啊，非常的用力，然后那个阿姨人非常好，金师傅很热情的跟我们介绍每一个细节，真的很棒。香港人就是热情，很赞很赞。物价比较高，但是非常热情，东西也好吃。跟各位说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我有在网络上看到说，这边其实好像也有传出，就是有些人会在这边轻生，然后结果我们刚才走下来的路上，就看到这里不知道是发生了事故还是怎样，就是有人用他们的铁桶，然后拜了一些东西，被全哥发现了。然后刚才全哥就是礼貌上也是这样拜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在这里，就有拜了一些吃的，然后水。然后这个刚才有烧纸钱，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不是，你看一下这个弯啊，你要照一下这个弯，这个死亡弯啊，这个一个不小心就飙出去了，丢出去了。对啊，那整个弯超弯的。对啊，很危险这边。可能只有老一辈的会这样子做，然后我妈妈经常在那边烧，就有点像是在拜外面的好兄弟这样吗？对，就告诉他们，哎呦。我女儿她不懂事，可能得罪到你们啦，这样子就不要来找她啦。现在烧一点东西给你们，这样子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很多神像的地方，要下去。下去有楼梯下去。哦，那边去。哦哦哦，那边去。好。啊，一楼下面楼梯也上去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再见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慢走啊。谢谢。小心点，不介意。哦，谢谢。